我都说清楚了，我知道我错了吗？薇薇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要去追他吗？我跟你说，其实刚才我在跟你说的时候，我说你是选择我，还是要这个答案的时候，是我心里面有一点动摇。我知道，我错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的工作。首先，我不能因为你把我的工作不要了。我是因为你的工作吗？我很担心失去你啊！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好，我很担心你连我的好也会像他们那样，我很怕失去你，我才会这样的吗？我跟你讲，薇薇，可能我跟你以后在一起了，我以后还会这样，身上还会有烟味、酒味，身边可能还是会有就是美女。那我敢吗？ 你们都说我有问题好吗？我有问题，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！你要是不瞒着我，我也不会这样吗？我敢吗？薇薇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。老婆，傻在那样无理取闹。女人真正最强大的时候，是在她故作示弱的时候，她是最强大。 而女人最软弱的时候，是女人故作坚强的时候，是最软弱的。该独立的时候独立，该情不自禁的时候就放开的情不自禁。但是记住，只有对自己最亲的人，才可以肆意的撒娇，好吗？对别人，不要这样。祝你幸福，再见，请回。